道，今天电玩宅特配要来介绍一款全新的动作手游《天魔幻想》，它主打超萌 3D 魔幻成人黑童话的故事背景哦。哼哼，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厉害啦？赶快来看看吧！由 EA 跟 Box 代理发行的 3D 即时战斗卡牌手机游戏《天魔幻想》在上周开启 iOS 和 Android 平台免费公测。本作是款号称成人黑童话背景的超萌 3D 魔幻 RPG 手游，故事囊括了众多你所熟知的经典人物，同时赋予他们全新身份，辅以 Q 版却又不失硬朗的画风。天魔幻想的主要战斗方式是三名角色同时上阵，玩家可随意控制角色切换、走位、释放技能，甚至补刀或集火等等，多种微操细节都会对战斗结果产生直接影响，玩起来操作感十足。游戏也提供了包括合体技、MOBA 等对战玩法。目前天魔幻想公测正持续进行中，想了解更多游戏资讯，别忘了上官方粉丝团查询喽。